阿水来，阿奶，阿奶，咱开始。你慢来坐。阿彪，我负责保护。坐过来，坐过来。一点慢。嗯。这样子，这点坐。是啊，谢谢，今天要保护哦，努力干，努力去做，这说的。哎，对对对。所以我甲迄个努力干，努力去做保护嘛。哎，我需要多分析一下，多分享一下，是讲，其实有人讲，这。人吼，人个社会拢是迄个食人较好食。啊，那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敢若台湾的这个地市吼，迄个1945了，甲即马，即阵地市农业观察内底吼，敢若就一种即款吼操作，甚至这个操作内底吼，伊换种，就是讲对农民有利的东西，哎。不是干只点点点啊，无咧客，甚至就是老鱼嘛，无能为力去追求。但是当中吼，这个农地自由买卖是对老鱼吼，基本上是大家人拢心知肚明，农地来当开放买卖，诶，结果就是当创出一节，就是讲这个超低物价，如此繁荣发展。所以你一来电，不管是空洞、进洞还是移洞，因为你充分了解，当开放我们自己买卖，迄个物件讲，迄是一款叫做绿色农业的物件，那问题就跑出来，什么状况不同？原来这些其他的人，因为爱家己的事，伊嘛当讲是个人的利益。啊，再到较后边到二零零，是。农会吼，对1945进行的关那个日本时代，因为也有到国民党这边来，要这来以后，这个农吼农会信用部，因为吼农会这样，这两个部门吼，它将变成低调调吼，类似银行的功能过来做单，或者可能贷款。啊，这个贷款当中啥发生？可能可以用很一个软件啊，啊，就当去贷款。啊，反正会当做这款工作，都是一些啊特权啊，或者特殊的方法。啊，因为做摆迄个土地，啊，当去做做投资，啊，然后产生还贷账。到时这个你若讲像这个地去贷款哦。用这个摆地去借钱，不管是借偷人去借，是偷人去用这个人头去借，啊，这个人头不定有老有厝的人啊，啊，所以这个贷款了，等讲跟从根据这个1999年到2002年的时候，我就骗钱的事，这是一段跟从就是讲，因为欲望不满，借钱的缺口。你在借钱的缺口底下，你看，对1995年那些5.07%的欲望比哦，到2002年变成21.44%，就是20%以上吼，20%以上的来资金缺口，嘿，这里面的市场是非常非常不错。所以，这个物件吼，就是讲，台湾的钱哪里去了？这个是伫这内面吼，可能看下个状况，你像讲迄个，1400年4月7日，对，一个专家从中小企业到中央的省府七大行库，也都成为政商官七州留下的提款。啊！伫咧408页吼，内底就搁较研究状况，就讲跟当迄个什么政变的资料吼，迄个民进党政府伊是欲吼从金融改革，啊，所以伊是内底有一个做法，就是讲全台湾平均每一家资金缺口都超过20%以上的农渔会信用部吼，因就是啊，即内底甚至讲积极向借贷者催款，
吼，就讲遐个足侪人甲农会去借钱，啊借完了，今嘛遮足侪呆账，还要催收，要催收遐个特权催收，遐个人口催收，所以等于是开始是啊平时啊吼，这个农民就解放借钱，啊遐催收拄拄啊好拄着迄个1999年，啊就迄个921大地震。所以伫咧中寮吼，有一个 case 就讲，地震前中寮乡的农会吼，这是伫418寮边的所以庄吼，每一年的贷款业务是1000块，其中60件吼，会变作呆账需要进行拍卖。地震后缴不出贷款的数字成长了3倍，每年能变作200块以上的多钱，因为以前我都来必须要进行拍卖。啊，而整个中寮的地价整个下滑，虽然都会边缘啊、高铁啊、交流道附近的农地地价吼，都因为炒涨而飙涨，但是还是一样，中寮乡农户是变出来的。啊，然后佫一个更加麻烦出来，因为这个改革吼，煞做真侪立即的受害的这个对象吼。就开始办，啊！再说还就讲啥，不是农民，农渔会信用部吼，诶，这个状况伊就加真济的迄个国家的钱，哦，转到平白消失贷款，啊，换刷迄个外包的啊，甚至迄个袂当买卖迄个土地用地，迄嘛，哇，提起不钱啊！啊，这拢作迄搭错乱，作莫名其妙的，但安尼做加。已经变成一种长期累积的，哦，对1965、哦1956、1958、1959，一直到2006年建起之后，变成这两个，所以做研究要在申请这个养鱼，迄个背后的关系，代志各采取行动。啊，伫这内底吼，2002年的时阵吼。因为那是农委会信用部整顿，有可能做进来，他可能会被曝光，会被法律追查。我讲，我就这个钱落去，啊，但是我是人头，啊人头，若讲法律要来追究时，我是人头的，我到尾啊，我可能爱公司后壁，啊后壁这个人曝光时，你是不是爱？爱套钱，啊，甚至爱互人追诉，啊，所以伫迄内底马上出来一个物件，就讲，即个农业信用部咧裁撤啦，咧改革啦，即号做灭农啦，哦，等于灭农，就讲伊内底从事一个物件，啊，七吨人上，哦，内底有几种一个叫做白天猪，哦，白天猪，哦，白天鸡啦，吼，啊，伊迄个名片的头衔是台北县农会理事长，啊，个松达预判分名片。董事长，啊，个大有立千富名股的董事长，他背面有景致预判啊、吉利砂石啊、民盛砂石等等公司吼。啊，这伫这内底，这个白天猪吼，就是好多稳定吼，有好多做自救会的成立啊吼。2002年9月10日，再来另外一个副会长两年吼，一个叫做林富林先生，袁敬雄吼。啊，这袁敬雄这个是。OK， 迄款那个 GO 总干事吼，那、这个人吼做古坑乡农会吼主管35年，啊，然后到2007年吼，将这个乡农会的大义换落伊囝袁志谦啊，啊，然后多次吼用检举讲吼，伊是用。进口的劣质咖啡粉吼，挂台湾用咖啡名吼，用较高的迄个价格出售。啊，所以伫迄个状况之下吼，这个古坑乡农会因年品吼，年营业额超过10亿吼，但是古坑乡的迄个农会，种五分地的优点，收入吼扣掉工资，加农吼农资，可能一单赚不着。但是这农会当然安尼，而且这个副会长，因直接来对吼，去创一个，讲财政部的改革吼是要消灭农渔会，
安尼人搁做啥吼？再就是讲吼，因就开始自救会吼，咧伫即个2002年1123吼，咧做一个吼，迄个抗疫进步的迄个，即个农业优先。你讲第一个主轴就是农业等于农村等于农会等于农民，好，啊，农业等于农村吼，啊，农村等于农会，农会又等于农民，啊，那咧农会什么时候等于过农民？好，就讲农会交农会根本就不是一个农民的生存咧存在，伊好，伊咱实际是咧食农民的一个观念，啊，什么时候它变成是，好，啊，所以伫即内底吼。一里路路啊，到尾啊，连迄个陈水扁政府吼，因嘛全叫迄款迄个所有各方面的压力，包括因家己民进党的迄款迄个吼，迄款议员啥拢改去改迄个要求吼，伫个每一年的经济每摆，吼，要比讲迄个农渔会信用部的迄、那个。分级管理措施啦，就讲阿弟啊，因个财政部吼，有要做一个农渔会迄个改革，毋是要甲裁撤，是要互一个啊，你若经营走好势，吼，你会当照常营运运作，会当互农民贷款。但是你若是无好势时，你根本就无资格通啊，要做这个贷款项目。这个吼，这个对遐既得利益者来讲，也是一个足大伤害，因为本来轻生的。所有的迄个冒贷啦、吼特权贷款，迄种爱泡汤的啦。啊，所以这代是代志应该讲，当这个事情对农民，甚至对整个国家的人民拢有利的时候，当然会损害到一些少数的迄个既得利益啦。那个时候他们跳起来，吼、哦，你反对这政策时，所有得利的。现在大多数的人民，像他无地方，我觉得个人的可能都不知道。所以伊这个规个到，虽然迄个扁政府吼，因到尾因嘛是妥协啊，嘛是迄、那个吼，就放弃这个吼，有多人这个感觉啊。但是1123的游行嘛，叫什么？啊，一零来滴三零九，一零爱打对吧？啊，你再记得一整一零来滴多少钱？可能不到100个，就是一个安排钱。啊，那安尼是别安怎造成那个东西，那个歧视，迄个要开始回头再来讲，为什么农渔会用农渔会信用部？啊，会当控制所有农民的资源嘛？按对内底，你所有的农渔会的总干事，平时就是别人嘛。啊，选举的时候，啊，你1000、2000，啊，安尼咧分。啊，咧分的时候，这钱是对农渔会，吼、哦，用任何啥物手段骗出去。啊，骗出去了，即马迄个买票。调的时候，啊，搁从头转来时，有当时啊加减用，有当时啊地图嘛，就是只个变做改账。啊，所以安尼愈啊，几十档了去，台湾吼，毋是单农业会信用股票，甚至真侪信用合作社里，没有买一股他都。啊，过来是讲，啊，伫个这个当中，这个人伊就应该伊个保护吼，伊要去压迫这个政府的改革停止的时候，因用内容出来要去农民去抗争。啊，怎么出来分别出来？真侪人拢知影讲，伊这咧做这個、是为着因家己利益，有是为着农民的利益。但是伫个这内底吼，他们就怎么样动员？吼、哦，各乡各镇400多人。哦，当然，这头前做些运作啦，比如讲，某迄个电视、报纸啊，够文人帮忙吼，把农渔会吼收成农渔民。啊，所以农渔会要去游行抗争的时候，吼，各市的拢，哦，这内底佫
一个相片是家己饲迄个农会的金融大楼。伊讲这个农民啊，农委会职员吼，选任人员，作为各地政治人物重要庄脚的农民会总干事、理事长，连接一同去游行。啊，但是以这个作者吴英岭通讯说的吼，还说俊寮村农会会当动吼动员参加啦，才三至四个。啊，拢是啥物人会进农会？伫咱遮吼，伫个庄内的人，大家拢才有知影，就迄几个啊，迄几个啦。啊，若啥物人要准备钱来伫咱遮吼，也会叫迄个做事的兄弟吼，甲伊叫名，讲啊，农会遐人要从啥物，你也毋是毋知。啊，你是还去参加伊的伊个吼？啊，即款的物件是存在的，但是不会上台北城内的媒体见到。啊，所以这个动员要。直接的新闻稿，在电视机前哈、啊，拒绝被农渔会动员去参加农渔民游行的农渔民，和一面看电视机都要出干掉。啊，所以这个代志哈，伫个背后，2006年，你讲迄是2006年时吼，这个吴英岭伊伫个森林养育人活动时吼，伊拄着一个蔡健雅。八十年代吼，到底农民，你若问讲这1123的游行到底是看法，这简直是台湾历史上吼上黑暗的，这410啊，上黑暗的一页啦，是非颠倒，价值错乱。啊，所以伫这内底过来，1123的游行根本是努力去支持努力去的，就是讲红塔布的，确实的。伊个把伊个角色者吼，伊个做定义。啊，所以迄个内底佫产生一个即马个，咱嘛感觉真趣味变化吼，就是。迄个时阵1123流行吼，有一个读册人吼，叫南方朔，伊讲12班个农渔民吼，是为悠闲是最伊最特地意义，就是讲对命运提出个所做个终极抵抗。啊。这农渔民的名字是肯定是叫出名，但是是叫唱出名，吼、哦，啊是啥物人吼，吼何老公何老嫂吼，啊吼，安尼，吼共患啦、帮衬安尼个，啊历史同款拢看真清楚，只是有名的评论家吼，伊是用伊啥物款的理论甲考量，从1123流行，吼、哦、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，它是社会弱者的迄个觉悟甲反击。所以伫这内底，咱会看到讲最近有南方朔刷下面吼，要批评马英九是后裔啊，感觉真好。啊，是毋是？只是这物件要来请教咱的同事讲。但是南方朔是去讲着咱介意的，咱才讲伊好；啊，讲着咱无介意的，大家讲伊无好。是讲他的评论有一些，可能有一些开始咧。清楚历史，去会做判断，是伊咧退步。啊，比如讲詹策，詹策是本来是一个有读册人，啊嘛是对农民运动、吼动员运动，拢有咧支持的。但是这詹策伫这1123了，伊就走去迄个咱中国时报了，用这个国民党迄个伊咧做国民党支部去上班啦，这伫咧410了写。所以这个物件内底吼，咱无定爱去表示讲，那到底咱人吼对是非的坚持，然后咱做事情去尊重是非，啊，然后去坚持这个是非，到底是靠着什么物件？啊，有啥物款物件会当给人改变这个？好，安尼这个就是迄个努力甲努力输吼，这个部分，就然后这才会使讲类似吼，台湾农业地理。一直衰退的时阵，佫继续，即个美国的需要佫继续，站不了他们的阵脚。